这个会不会太艳了？这个衣服我买了，从来没穿过。听我的，就穿这件，给李明昭一个新鲜感。不错。哎，再化点淡妆就更棒。你这头发嘛，头发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新鲜感，懂？一会儿下楼到美发沙龙弄下头发去。现在呢，我要紧急培训一下你的仪态。仪态？我仪态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我想想啊。少了点女人味儿。女人味儿？假如现在我是李明昭，你想怎么吸引我？还有，进去的时候把外套脱了，穿里面那件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开始吧，你从门口过来。来了，等很久了吧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路上比较堵车，我……停！你今晚跟平时不一样，是女王，懂吗？女王犯错是不需要解释的。还有，刚才那是什么表情？你要这样，要时不时的捋一下自己的头发。你可以笑，但是不要有歉意的笑，要高傲的笑。这样。算了，你还是皮笑肉不笑吧。来，继续。路上不太好走吧？你想吃点什么？都行啊。我晚上还得画图呢，幸好我来得早，我们抓紧时间吧。那怎么办啊？停！你不能跟着他的思维走，你要主宰，还有，你要对他放电。放电？没错，用眼神勾引他。勾引你？再来，我等你那么久了，我晚上还得回家画图呢。停！你这叫放电吗？你以为你在演喜剧电影吗？跟发电机一样，你只要用手轻轻的托住下巴，时不时的对他眨眼睛，或者你一脸无辜的轻轻的咬着自己的下嘴唇。记住，幅度一定不要太大。还有，他要说有事儿的话，那你就笑着对他说：“你有事儿就先走吧。”记住，要潇洒，无所谓的样子，别让他感觉他吃定你了，懂吗？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你有香水吗？香水？我应该有吧？好像过生日的时候有人送过一瓶，就是不知道过期了没。没事，你擦一点到耳朵、脖子后面。还有。记住一个小动作，当他看你的时候，你用手轻轻的把头发弄到耳朵后面，耳朵后面，然后摸摸耳垂，耳垂，再摸摸脖子，最后再摸摸肩。记住了吗？
对我做一遍。 怎么样？我掌握了吗？没问题了。晚上要迟到10分钟，让他等你。沈林告诉安梦如约会的时候要注意的种种细节，其实在网络上早就有类似的约会秘籍了。 而这些约会秘籍无一例外都谈到了约会的心态、着装、举止、谈吐等等，而且不疾不躁的约会节奏更是众多秘籍当中第一重要的因素。这不是要对约会对象有所图谋，而是要展现最为完美的自己，增加成功率。其实呢，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，沈林心里呢对安梦如的深深爱意。难道安梦如就没有一丝的察觉吗？安梦如的约会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？ 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这个时间肯定是堵的。谢谢你的书，很好看。咱们进屋聊吧。回来了。 怎么样？我教你的办法好使吗？没关系，大美妞，她不要你，我要你。<笑>你怎么这么二啊？ 被我骗到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他对我的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他今天看我的眼睛简直在发光，都看直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得看是谁调教的。那也只是约会而已，有本事啊，你帮我把他追到手啊。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拉钩。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<笑>那个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他现在对你的外表，留意到了。 下面就该内心了。内心，其实你的心灵美，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，但是还是要营造出温柔贤惠的样子，这样才能列入他的选妻子的名单中。所以你下步要做的就是打动他的心。具体的方法嘛。 哪天他要提出来来家里，你的好厨艺一定要展示。这个没问题。并且家里一定要收拾的一尘不染。你看，像这个都不能有。这个不是你喝的吗？家里应该更干净，什么该洗的洗，该换的换。还有，如果你要到街上看到小孩子的话。 就算是演，也要演出非常喜欢这个孩子。再有，就是你说话要轻声细语的，不能像对我那样。我相信你对他肯定不会斗嘴。是，奴婢知道啦。
看把你美的！喂，妈，啊，什么？你今天要过来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你晚点菜吧，我现在还没下班呢，你晚点再过来啊。早了没人给你开门。就这样。哎，你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昨天晚上我妈居然给我们搞突然袭击，上来就催着我们俩生孩子，这画面也太快了吧！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呀？拖一天是一天呗。哎，你说结婚可以作假，生孩子我不能大街上抱一个过来说是我生的吧？以我对伯母的了解，你要是不生啊，她就会一直催你，你有的受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只希望我们家男神能够早点爱上我，这样子结婚生孩子都不成问题啦。然后老公一换，孩子一生，想想就觉得幸福。哎呦，这李明昭他适合做老公吗？我看他对什么都是淡淡的，他都把心思全都专注在他学术研究上了。你要是以后真跟他在一起了，你可要做好排在学术研究之后的准备了，他爱论文啊，胜过爱你。他怎么样我都喜欢，我会努力去适应他的。哎呦，那沈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看你们现在过得不是不错吗？我都好久没听见你打电话跟我抱怨他了。那怎么对得起我暗恋这么多年的男神啊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要回家给沈凌做饭了。你也快点回去伺候小兵吧。啊、嗯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。哎。老梁，已经两个月了，你还是一点消息没有。小兵和我的关系缓和了，但是还是不允许我替你离开的事情。老梁，你不用给我什么交代，只是你别让孩子失望，好吗？时间不够。一直听说你家事挺多的，请我上去坐坐。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家好像没什么喝的了，要不去超市买几瓶，然后直接到我家来找我，我家在2101。好，等我，马上就到。饼干马上就要上来，你赶紧去弄我理发师。我们去哪？咖啡厅、网吧、酒吧，随便你去哪。屋子先让给我，完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嗯。你听到没？是电梯声。一定是李明昭上来了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不能出去。你要是被他看见的话，我就解释不清了。你快点藏起来。我躲哪儿啊？先躲里屋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找一个人喊出来啊！这怎么藏？藏衣柜。我一大老爷们，你让我……哎呀，快快快！没时间了。
哎，你躲好！我跟你说，李明章应该不会来这个屋，你千万不要出声，我找机会放你出来啊！不行，出定，快上！你好啊。来了来了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不错，房子很漂亮，看来你在这上面花了不少心思。谁要是娶到你，肯定会幸福的。他们都这么说。什么声音？我去看看。你先在沙发上坐吧，我顺便换个衣服。啊。嗯。你干嘛呢？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千万别再出声了，等会儿我带李明章去厨房，我给你留了门，然后你趁机跑出来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出声啊！光喝酒没什么意思，要不我做两个菜吃吧，你过来帮我打下手。好。你想做点什么？嗯，都行。哦，那凉拌个黄瓜吧，刚好买了黄瓜。嗯，不过你要帮我洗黄瓜哦。哎，什么声音？我去看看。不用不用，我去看就行了。应该是卧室的门。是，你来洗黄瓜就好了。糟了！哎，洗的不错哟。好了，奖励你去客厅休息，把我们女人的战场还给我。喂，喂，梦如，我刚才走得急，有份文件落家了，你帮我从窗户那儿扔出来。灰色的文件夹。你能不能再二一点？梦如，你在和我说话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没有没有。这。明章，你闭上眼睛好不好？我想给你个惊喜。好。你千万不要睁眼哦。
稳重点啊！马上马上，你再等一下下。你可以睁开眼睛了，噔噔噔！啊，还真是一个惊喜啊！嗯 ，OK， 下酒菜就全齐了，我们今天就敞开了喝，不醉不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那。谢谢你今天的款待，下次到我家去做客。放心吧，一定给你这个面子。你留个步吧，我自己走。那你慢走啊，路上小心点。喂，你在哪？他已经走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我就在楼下。你喝酒了？你在那别动，我过去找你。怎么一个人还给人喝上了？天这么冷，跟我回家吧。我不走。天亮正好让我清醒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别喝了，给我，给我！你住手！你怎么回事？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瑶瑶，瑶瑶和别人订婚了。瑶瑶，她是谁啊？你前女友吗？我和她在一起三年了，我想向她求婚的时候，她却和我说分手。今天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今天，我爱了三年的女人，她却和别人结婚。好了，你别喝了。三年呀，三年。来，把衣服脱了。快睡一点啊！来，起来一点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今天床就让给你睡喽。这样就不会太酸了吧？
沈林，沈林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，来，起来，喝点解酒汤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好。好好睡吧，今天晚上我就不急。这么大的人了，喝个酒还把衣服喝这么紧。粥在锅里，起床后记得吃哦。我去上班啦。哎，真没想到沈林还有这样一段故事。对于这件事情上，我还是挺同情他的。你最近提着沈凌，可比提李明昭的次数高啊。那是因为我们俩现在天天在一起嘛，我自然更了解他一点喽。唉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这个沈凌确实挺重情义的，被前女友抛弃了，这么久还没走出来呢。是呀，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他那个样子，看着真的挺让人心疼的。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，真没想到心里还受过这么重的伤。哎，你不会是真的爱上他了吧？哎，不过你们两个人要真能假戏真做，我还是挺赞同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心的。你与其一直追求这个心目当中的李明昭，倒不如好好把握眼前这个沈凌。你说呢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说这个了，走吧走吧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啊。哎，你又去跟你那闺蜜吃饭去了？哎呀，我这个好姐妹啊，遇上桃花劫了。那个假结婚那个，没准会弄假成真。哟，那看来有故事。她跟她那假老公朝夕相处，时间久了之后吧，彼此了解了，两个人呢都对对方有了好感，只不过都不承认，互相较着劲呢。哎，你说这人在一起久了是不是很容易日久生情啊？这个看人吧，你说咱俩调解节目，两口子打架闹离婚的还少啊？这事儿得看缘分啊。你怎么也信这套啊？感情这事儿啊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你怎么在吃泡面啊？你不是买菜了吗？没做成功。笨蛋。啊，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
哦，吃完饭我们就散了。我说我不舒服，就没跟他去看电影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只是找个借口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是怎么想的一个人做饭的？平时我怎么教你，你都不肯。我怕你跟李明昭好了，你就搬出去了，以后我就吃不了这么好吃的饭了。所以，我想自己学一下。嗯，这个精神嘛，还是很值得鼓励跟表扬的。哎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林子，我看你跟你家媳妇儿假戏真做得了，挺配的，哥们儿等着给你份子钱呢。梦如，刚才我回家又想起你了，希望今晚的话你能仔细考虑，我是认真的。祝你梦到我，晚安。那马上就好了，你怎么还在吃泡面呢？我不舒服，你别忙了，睡。哎，你。李文昭说想让我做他女朋友，你觉得我应该答应他吗？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看着办吧，随便了，反正我又不是你真正的老公。你说沈凌她这是怎么了？她是不是早上刚起床，火气还没消呢？那也不能对我发火呀。哎，你呀，是真不懂呢，还是装傻呀？沈凌啊，她是喜欢上你了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他那完全就是吃醋的表现。啊，
我，而且你也爱上他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要不然你早就答应李明昭了，干嘛迟迟不给答复啊？还不是因为沈凌吗？嗯，你们呀，依我看，你倒不如啊，去试探一下沈凌，他要是真喜欢你啊，干脆你们在一起算了。我怎么感觉跟言情小说似的？哎，你别看我了。哎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你们俩先坐这儿，我啊去给你们俩端菜去啊。哎，其实妈挺喜欢我的，我去给妈帮忙去。嗯。哎，妈。哎，妈，盛菜的事我来吧。您和如如多聊聊天，她好久没见您了，想死您了，憋着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呢。好好好。如如，沈凌对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啊。他这个孩子呀，我还真是挺喜欢的。上次我跟你说生孩子那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呀妈，这还用考虑什么呀？都这么久了，就您俩这状态，骗不了我。我知道你们俩呀正在甜蜜着呢。赶紧的生个孩子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，多好啊！哎，妈，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不告诉你，好女婿，来来来，今天咱们多喝点儿。好，我呀，特别的想你们俩，开心呢。哎，我去盛菜。梦茹，别走，别走！笨蛋，我去帮妈收拾桌子，你乖乖的睡觉。妈，跟你说了别灌他那么多酒，你还让他喝那么多，现在这么晚了，一会儿怎么回去啊？还回哪儿啊？就睡在这儿呗，又不是什么外人啊。睡这儿？我俩都是我的小屋啊。怎么了？小夫妻睡在一张床上不行吗？不是，那好吧。梦茹，别答应李明哲。你是我老婆，你是我老婆。喂，醒醒，醒醒，
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睡觉挺老实的，没说什么吧？哦，那我刚才听到有人要娶我，原来是我幻听啊。啊，嗯，那不是幻听，是我的心里话。你干嘛？你先放开我！我不放你，我放你，你就跟李明昭跑了。哎，我不跑还不行吗？你先放开。你都不跑了，我还干嘛放你？可是咱们还没领证呢。好好睡一觉。明天早上去领。诸位亲朋好友，本人安梦如和新郎沈凌的婚礼将于下月五号11:58在蓝海饭店一层举行，届时欢迎大家的光临。哟，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为他们高兴啊！哎，对了，你那条线索怎么样了？下午我去采访，先看看妻子怎么说。两女争夫，男的还不愿意露面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也算是坐享其人之福了。唉，可惜啊，这感情世界里永远都容不下第三个人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的还其实挺……哎呀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你说我那个姐们是不是挺神奇的呀？我那会儿真的特别不看好他们，你说他们俩就走到一起了，真的挺为他们高兴的。行，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挺好。嗯，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是所有爱情故事最美好的结局。当我们祝福这对新人的时候呢，是否也要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有期待或回忆呢？每个时代的人对于爱情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老一辈人的爱情是相依相扶的陪伴，相濡以沫，平静如水的过日子。中年人的爱情是为全家人的幸福辛勤耕耘，不计回报。年轻人的爱情是纯真的两情相悦，或激情似火，或委婉含蓄。不论你处在哪个时代，爱情都是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记忆。